这是一份完全没有真相的报告，完全没有把冤死的亡魂当作一回事哈。他在骗人，他说谎，请不要混淆视听。苏贞昌道歉，苏贞昌道歉，陈时中部长，陈时中部长，苏贞昌道歉，苏贞昌道歉，陈时中部长，陈时中部长，苏贞昌道歉，苏贞昌道歉，陈时中部长，陈时中部长。完全在这份报告里头，我们看到行政院真的没有真诚的，因为这个3+11的这个防疫破口，造成800多条人命的牺牲，有任何诚心诚意的道歉哦？没有，完全没有把冤死国人的这个冤死的亡魂当作一回事哈，完全没有真心诚意的道歉，而且还把这一次的利用这一次报告，把它做成是大内宣，好像这个防疫的成功是我们政府的责任，完全忽视了因为这样的破口。造成了因为3+11的破口，造成了我国的经济停滞，很多人民的生活没有着落哈。这是一份完全没有真相的报告。专案报告里头，他讲说去年的3月到12月9个月的时间都是3+11，他在骗人，他说谎，是客机是3+11。啊，那个货机是3+11，客机是5+9，请不要混淆视听，客机还是维持5+9，是货机是才是3+11，谢谢。